小高，好久不见，我很不错，你呢？我也不错。你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。你这个周末想干什么？你想看电影吗？我不要看电影。你要看书吗？我要看书。你要唱歌吗？我不要唱歌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只想睡觉。算了，我去找别人。